聊太幸福，我不敢交麦克风给他。你要呼吸，你要呼吸。真的，还是要记得要享受这一刻啊，要活在这儿。你自己看有没有效果？大家看一下，博文有没有真的减少？其实有哎、欸。而且他很容易，最大的感觉就是你马上会变得很透亮。哇，我们亚伦真的很幽默。来这边哦，继续让大家试一下，继续让大家试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活动有一些插曲，但这都是让它更精彩的瞬间，好吗？哇，这个按摩太好了。好，还有哪里？好，右边。来，右上角看一下。小旁边。来，亚伦右手边这边看一下。等一下。还没。超受欢迎代言。会。然后他也会疯狂的买我的专辑，说妈没关系，就是实体目前就是我的歌迷朋友还蛮给力的，你不用再买那个10张20张放在家里不知道要干嘛。会哪些厂商创新吗？会，所以之前也有代言一些产品，他也是买的蛮多的。我想说妈这样我们代言配不就一进一出？你有看到前世界决定？哦，加入对。蛮开心的，因为他，因为建奇老师也是好朋友，然后我觉得建奇跟他一定会有很多的火花，尤其他们两个最在音乐上面都有极高的品味，祝福。